在准备，是准备当中。我们最近都忙着在拍封面啊， yeah. 拍 MV 啊之类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同时还要分一半的心呢，来准备这个实现新地球的演唱会，嗯、对不对？不过刚刚讲这么多难忘的城市，其实我想最近大家最难忘的是你拉筋的照片啊。你可以现场展示一下如何拉筋，才能拉得像你这么帅吗？其实这是有一个灵感的啦。哦。灵感是来自我的偶像，谁啊 ？Michael Jackson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讲那位。有一天就是我在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，就是 Michael Jackson 有很多招牌的动作，超多的、啊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。啊、哦，好帅、啊！一根一根都捏出来。他有捏，对，有捏那个线条。还有嘴巴有一点像，就是那种。笑容的感觉，对，太好了，你拿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好、哦，它是有一个嘴型的哈、哦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有刻意把我的腿拉长一点点，哎，有吗？谢谢，可能是他是以紧绷的腿来打造的，所以好嘞，我们先。他心目中的男人比较这样，对对对。但是我觉得这造型也很王子啊，谢谢，你要很谢谢他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用心，谢谢。对，这个是你知道，因为九令他自己有在社群网站分享他做翻糖人偶，但是这是他第一个公开的作品哦，真的假的？这算他成果发表哇？对呀、啊，我开不开心？开心哦，好，放心了，这些人情以后都是要还的。好，先把麦先收。